没有抢位是吧？哎，你怎么带治疗呢？那不是一手干扰嘎嘎月的杀？你别骗我啊，时辰！现在那个太慢了，我害怕那个我们配合不太好，奶不上去。怎么可能呢？因为你太大招，我的大招给不上你。那行吧，如果这把输了的话，你在直播间抽个688红包，好吧？发弹幕抽的那种，听到没？好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四神推荐的套路啊，能不能来个啥？我帮你发，好吧？你不能那个啥，我只是我这个只能那个。那哈哈，行行行，我出什么刀啊？那个法术刀也行。OK OK。嗯。相信我，四神。杨玉环，我会的。你没看我玩杨玉环吗？去啊，站在中间呢、啊。我这个我有些英雄就已经刻在我 DNA 里面了，我怎么可能不会呢？对对对。城主。我们要先发育，这个还是有点吃装备。要我给你说一下那个出的装备吗？出什么？你说。这个要出这个巫术法杖。巫术法杖直接裸巫术吗？先把打野刀做出来吧。打野刀然后先一鞋子穿住巫术法杖。搞一波中路，搞一波中路。好像能粘住啊，算了。拿了红打架。OK。我怎么跑这么慢呢我？你出了鞋啊？我不知道我出的什么，我忘记看我带的什么铭文了。冲！我觉得我好起来了，我上天落地一坐。有东西，你说你带干扰多好，屁股没有，我知道，拉扯，拉，不，可以打，你相信我，我的操作很细腻，别慌，石晨，我。没事，左右扭起来。怎么说？我感觉我还能活一下，我还能抢救一下，兄弟们。好。我先走了。我出什么鞋啊？法穿鞋还是什么 ？CD 鞋。CD 鞋。看勾我，小家伙。行不行？我目前没有感觉到特别犀利。真的假的？杨玉环有这么猛吗？没听说杨玉环有很加强啊！你不要骗我。这个一直都存在，只不过没人玩。是吗？上路抓起来，要不中路直接抓吧，他好像闪现交了的，他在草里面，躲了，是不是细节？我还是会的。能杀吗？我一技能存一下。我觉得这两个都可以。好，完了，我没晕到他，拉扯一下。OK。完了，我给你奶了个大无视。没事。那个，我在红区等你。不用吧，我是不是开个暴君呢？算，别开暴君了，开暴君浪费时间，不开。前期先刷钱。OK。吃三线。就是贼猛。野核，兄弟们。直接巫术法杖，完了，好兄弟打不过别人。他应该没大。我知道。来，切状态，直接揍他。你先拉一下他。好，交给我了。进草。还可以吗？切形态。OK， 打不动你了。我知道。其实好像我这波，完了，我到天上去了。你刚才奶到我了吗？我没来到。没事，可以推塔吧。哎，这个这么残的舍不得走，交给我了呀。哎，这不浪费我时间了。哎，好像还可以。哦，好像也不行。点塔，把塔推了。拿个主宰吧，要不？吃。还是你这种老打野比较细节。有些人真的就是。
来来来来，行不行？哪个哪个？指挥一下，指挥。魔道之石。直接无敌。真的有这么猛吗？一个 EA 别人就死了是吧？是的。OK OK， 直接把这个头龙打一下吧。头龙打一下。你帮你晕，帮你晕，我就不拦你了吧。OK OK， 没事没事，我觉得还能打呀。我伤害也不是很猛啊，现在。现在还不是很解决。这个人会，这个人会，这个人会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我伤害还不顶啊！你快点过来帮我加呀。OK OK， 我被他套路了一下。没有我，有我伤害贼高。OK。我先给你来一个。嗯，我想越了。嗯，可以。完了，越了个寂寞，定到了我，哎，没了我，哎呦，我的我的我的，我想一屁股把他坐死，不行啊，我这个刷钱太慢了，我刷了个半天，我还不如这个中路这个姜子牙打的钱多嘞。他怎么这么多钱？我不知道呀，他哦，他疯。啊，都怪他，我感觉他疯狂 K 头啊。等我等我等我，我还是心不够狠，刷钱的执念不够深。不行不行，我这一看就不是那种上分的人。我去刷一遍刷的难吗？ OK OK。 哎，我有在偷，他在送。签一下他，签一下。哎，好像也不用签。哎，你看他是玩明白了，我给他减速，他在那里播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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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了看到了，人头人头。我看到两个人头，已经收了囊中的人头。我已经忍不了了。他勾不勾我？他不勾我。我要啊！我还有大金哥。OK OK， 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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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扛，哦不，你在扛，行行行，点点点点点点他点他。你别死了，要不给你奶两口。没事，我哪捏哪捏不住。好好好，这谁？这打几啊？一个打几？看到？你别死了！我冲了冲了冲了，好像这一波不太行啊。好像不太好冲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哎哎，好像伤害有点那个感觉了，有那个感觉了，可以。等帽子，等帽子。金哥，你还差多少钱帽子？我们去边路偷吃两个兵。OK。直接起飞。还差一千，快吃快吃，这把我的刷钱不够狠，没事，我感觉我走哪里我都非常安全。嘿，骗了一波技能，非常完美，兄弟们，但伤害好像差一点，我的城。哎，我的城！哎呀，拉扯他，兄弟们！啊啊啊！哎呦，我真的是裂开了呀！这个打完那个来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，嗯，好像不太行。秒不掉啊，这把应该是阵容问题吧，这个凯刀连着来，我不可能我一个 EA 把这个开大的凯给秒了吧，你这个凯应该不太行，但我觉得妲己应该可以。行行行，我再补个什么，测试一下伤害，补个啥，可以直接上大打一刀，然后后面补个法穿嘛。嗯，对，就出那个OK OK， 哇！我给你来一口行，你可以不用急着干了。喂喂，鑫哥，我替你卡掉鑫哥。OK， 你往回走一步，我非要来你一口。
哎呦，可以啊，旋转旋转。哎，好好好。他不敢说他了呀。可以可以。好好好。先把这个暴君打了吧，暴君一打伤害撤起来了。打不掉了这个。哦，拿来拿来。我等下上去我一发 EA。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兄弟们。我们去找这个妲己吗？先把龙给拿了吧，要不。没事。他不是盯着我在了，我好怕我的城。完了，我的城有点憨。OK OK。我直接一屁股坐下去，哎，有那个感觉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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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。哎，好像还好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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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，不会不会，我切了个状态。他出了个魔法，细节这个。必须的。一手拉扯，哎，他也在细节我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能感觉到我还是玩过这个英雄的吧？现在可以出一个大叔。OK OK。今天大叔下面的也跟这个差不多。我感觉我应该不出这个日暮之流了，感觉有点弱。日暮之流。等下我搞。好像伤害四还可以啊，这 A 两下，哇，好像有点东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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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我们是没一直找碎兵测试一下，我们可以找那个小妲己，还有在中路夺新线，直接冲上去遇到他直接弹住。完了，凯爹凯爹凯爹，好像没事。想一发 EA 秒掉他，等我等我。他不漏啊，怎么搞，找不到人了。我先去拿个蓝吧。我可以可以，我觉得这一把他们阵容选的好，不然我这个稍微脆一点的什么韩信这样那的一发 EA 直接全部抬走啊。是的呀，我看他掉了个2900啊，这一发 EA。哇，有点东西了，就不拿了吧。先直接去找人追。哎，看看看看，我直接要进来。哎 ，A 不到我，哎呦。这都比较输啊，对面是好好玩的呀，不给机会的。完了完了，谁死了？先把红给拿了吧。EA 啊 EA A 救一下救一下，哇，这个真伤啊，哎呦，哇，好痛啊兄弟们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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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不就完脱了，好像走错位了。我完了，好像出现问题了。我刚练不断，不会打不过吧？这不会。对面的魔，我真的不应该出这个日暮之流的，感觉没什么用啊，应该法穿比较好一点。可以等一下换。先把闲置书给做了。完了完了。
高地塔没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走。冲锋。冲冲。就他了。就他了。他出了个金 C， 他出了个金 C。耶！哇，有点东西。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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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拉扯回头 EA 再反手 EA 再二一技能再走过去再 EA， 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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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兄弟们冲冲冲冲冲冲冲！哇哇，有了有了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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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可以啊，没了呀他哇，哎可以啊这个。哇，终于快乐起来了。一 A 二小眩晕 EAA 拉走位 AA 一 AAA 一惩戒 AAEAAAA， 哎呀我真的是醉了，打这种大肉。精彩的比赛，可以啊，好像，好像行，好像行啊，这。五十输出现一个，这个一投出来就是这样。有点东西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